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游戏是 PoE 流浪道，然后来过第十章哦。啊，一样直接主线，然后白装，那、啊、后面可能会去结一下那个制图大师吧。好，那就先这样。
哦，好，这样就可以打地图了。然后那个机关变简单了，耶！不然之前那个机关我都要十几次才过得去。那这季差不多时光到这边啦、之后如果还有什么特别的才会开吧。可是依照惯例应该没有，哈哈。好，那就先这样了。